Think something new under sun。最近遇到的事情哈，我之前不是才打高尔夫球嘛，练球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很久没有碰到的长辈，就讲说，哎，小豆，最近怎么样？我说还好，还不错啊。长辈就讲说，好了，既然遇到了，就跟你说一下了。我跟你讲啊，男人不要这样，婚姻维持哦，没有这么容易，没有这么简单的，一个家庭这样很好啊。我说哈哈，那对，等一下，一头雾水什么的。他说。没有，就有朋友说看到你最近来打球练球，都带一个年轻的妹，像大学生一样，然后还戴个帽子，怕人家看到了。好，我也没有说我要带，他每次都自己要跟啊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就这样都要跟了，你看，年轻的妹，硬要跟哦，硬要跟年轻的妹怎样有嘞，对，小运气过把劲哦。